有病吧。吃饭盘子，喝奶专用碗，一勺狗粮，半勺狗粮，一勺羊奶粉，一颗鸡蛋。鸡蛋正确的打开方式就是我是谁？我在哪？发生了什么？我怎么感觉晕晕的？哎呦，我吃蛋清，你吃蛋黄好不好，盖瑞？嗯，这是你的，这是你的。有点热啊，晚一会儿喝。哦哟，今天状况百出。艾瑞，好了，吃吧，吃吧。我吃饱了，出去玩会再回来吃。吃饱没有？吃饱了？睡觉吧。好嘞，好嘞。哦呦，哦呦。好，睡觉吧啊！晚安啦，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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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